幽默浮夸主持风格受到许多粉丝喜爱，但近日却传出他录网络节目时扰邻。该目击者指出，沈玉玲在某天录影时连续大声怒吼，不小心吓到家人，加上最近台北市不是很安全，而且社区一直都是属于比较安静的环境，所以对于沈玉玲突如其来的大吼，吵到让住户感觉不被尊重，为此还上前去飙骂沈玉玲跟制作单位。对此，沈玉玲也在28日做出解释，并表示自己很困惑，因为他也没有接触到哪位来投诉的目击民众，只觉得隐约听到好像有民众来询问制作人他们在干嘛。而且沈玉玲也透露，那天录影是大白天下午，他们是在热闹的信义区录影，录个开场，在街道上到处走走而已，也没有待特别久，让他直呼不懂怎么会被说扰邻。